首相纳吉和多马哈迪无缘在非政府组织举办的对话会碰面，网民只好发挥创意，模仿宠物小精灵格斗游戏，制作成短片，让两人有机会正面交锋。这两分多钟的短片在6月9号上传后，立刻引起广大分享流传。游戏故事的开始，纳吉误触陷阱，碰到对手蹲马，随即展开格斗模式。游戏中的纳吉一开始拼命点击逃跑的选项，但画面却一直显示你无法逃离蹲马。之后，纳吉只好选择迎战，使出的招数是一马圆柱筋。但是对蹲马攻击无效，蹲马则以一马发展公司回击，立刻重伤纳吉。纳吉连接召唤副财长阿莫马斯兰和全国总警长两大帮手，结果一一被蹲马四两拨千斤打发掉。最后逼使纳吉使用只有在紧急时刻才可以派上用场的戒指法宝。法宝一使用后，游戏画面立即风云变色，出现罗斯玛的画面，对白还写上你敢动我的男人。接着画面出现未完待续的字眼后，极尽嘲讽与挖苦的短片才结束。